女生宿舍的恋爱时代。哇，富贵今天也太好看了，果然女人还是得穿婚纱呀。真没想到咱们班最先结婚的会是富贵啊。那还不是多亏了我介绍吗？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，明明是人家有眼力劲，看出富贵尴尬，来了场英雄救美吧。这一箱才24块钱，你卖4块钱一瓶会不会太贵了？打瓷的要缩水，看墙要送水，肯定卖得出去呀。来，你俩别说，最近确实有好多女生扎队了，也不打球，光在这叫唤。人家那看的是篮球吗？是年轻的 body， 躁动的荷尔蒙好吗？你又知道，我去打球了，加我一个。说什么？哎，矿泉水4块钱一瓶了。不过我跟你说，你要是一会儿碰到喜欢的，就可以说加好友转账。怎么这样啊？啊？珊珊，你帮我看一下我裤子后面有没有？有一点啊。啊？那怎么办？我要不要先回去啊？哎，富贵，你在这等我一下。刘星那个王八蛋又在搭讪女生了。你坐着，没人会看见。我马上回来啊。哎，小姐姐，你这水卖4块，扰乱行情啊！那你看着给吧。那我可不给了啊！那你能帮我叫一下在篮球场上打球的那个女生吗？啊，什么？你大点声。就是你能帮我叫上那个女生吗？哦，你先拿这个围一下吧。啊，不行，会弄脏的。小姐姐，面子最重要，我帮你去喊人啊。行，给你这个。你干嘛？我室友刘星的对象，让我帮你买的卫生巾。哎哎，生理期是女性的正常生理状态，严格的说，没有生理期就没有人类的繁衍。别说了。哎，看球。同学，在篮球场走神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。谢谢你啊。哎，卫生巾的钱转我呀。哦。我请你喝杯水吧。谢了。哎，老大，一个铁公鸡居然买4块钱的水，嗨，这是帮买卫生巾的谢礼啊！要不是我在富贵去篮球场买水，能遇到他的真命天子吗？他说他马上到，还给你准备了大红包。女生宿舍的恋爱时代，别动啊，马上就好了。富贵结婚，小童咋还没到啊？哎呀，小童不会来的，忘那事儿啦。啊？啥事儿啊？富贵。最开始，小朋友，爱你孤身走暗巷，爱你不会等我呀！我真不想管这俩货了，我们赶紧扶他们回宿舍吧。有没有人来救救我？谁救命？我来救你！哎，你们去哪儿啊？我不认识你，什么？你干嘛？放开这个女生！我劝你少管闲事，这是我女朋友。女朋友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朋友付多了。管好你的朋友。你快放手！怎么办？张静，走快一点，快！没事吧？刚去哪儿了？小童，你看一下张静。啊，不过。小童，你报个警。喂。对不起。哎，小姐姐，怎么又是你啊？刚刚那里有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，那个男的在拽那个女的，怎么不见了？没有啊。都怪我，我应该跑快一点的，我想帮他的，可是张静。近点，人一定在附近呢，陪你一块找啊。对，应该就在附近，我们赶紧去找吧。哎，还真是莫名其妙的勇气呢。等等我。啊，在那。你放了我吧，你快放了我吧。哎，是我，你还是一如既往的不冷静啊。那个坏人。小东跟我说过了，你待着别动。别喊了，乖乖听话，快跟我走吧。哎，放开他。不是你谁呀、啊、你少管闲事。这位先生，非法拘禁最低一年，上不封顶。哎，误会了，她是我女朋友。你别听他的，我真的都不认识他。你去哪儿？手拿开。救命。没事吧。小童，哎，你在这儿啊？找你半天了都。哎，那个美女小姐姐，你们认识？我室友，快赶紧去帮帮你老大吧。等会儿，我不能让老大一个人出。哎，哥们儿，真的误会了，别听他。哎，哥们儿，是不是误会？咱们等警察来了再说呗。嗯，应该快到了。我看就没必要报警了吧。有本事冲我们来，欺负小姑娘算什么本事？对不起，我们来晚了，没事吧？老实点。误会。什么？喜欢哪一个？我听得见也看得见你们的小动作了。我不是故意要提的。小红说的没错，他不来你们肯定会乱想的。
人不堵门啊，马上新郎就进来了。女生宿舍的恋爱时代。哎，副官，开了开了，我可开始录了，我准备好了。那我先问，你对你老公第一次心动什么时候？应该是第一次玩恐怖密室的时候。不是吧？他胆子那么小，你装啥呀？真的很好玩，我不录你们的不玩了，不玩了，别墨迹了。那要玩也行，那恐怖的就是……哎呀，恐怖的才好玩呢，我都选好了，就玩那个孤儿院嘛。可是我们需要七个人，我们人也不够啊。没关系，等会儿邀请朋友来拼车，哎，我们可以先进去。你们去吧，我不玩了，不玩了。啊！你别追我啊！你别追我啊！你别追我了啊！别追我啊！你别过来！好了好了，不吓你了，下来吧，下来吧。疼，我腿软了。哦，我抱你下来。哎，兄弟，去别墅吓人吧。好了好了，他已经走了。哎呦，快下来吧。啊，是你呀、啊？你能不能把面具摘了？好吓人啊！哦，哎。你朋友呢？刚刚不小心走散了。哟，老大，找你半天了，怎么不接电话呀？哎，坏。哦，我刚刚好像碰掉了你的手机，我可以赔给你的。哎，老大，你那手机都卡的不行了，早该淘汰了，可别讹人家小姐姐啊。嗨，要你说啊。你们可以上拼多多百亿补贴看看，我这个 iPhone 13便宜了1200多，而且加上我舍友的旧手机，还能以旧换新再便宜好几百呢，还有好多大牌都是冰点价格。现在点击评论区或者拼多多搜索40028，还能领取专属福利。哟，小姐东挺多的嘛，老大记得去看看啊。哎哎，有老鼠！那什么老鼠啊？哎，骗你们的。行了行了，你们赶紧走吧，别耽误我工作。我好害怕呀，小姐姐，你加油啊，能不能出去可全靠你了。好。救命！别追我！没事了。哎，小姐姐，好像锁上了。啊，那怎么办啊？我听说啊，这个打不开门的房间里最容易出 NPC 了。啊！我不想玩了，我让轩轩来接我回去。啊！怎么不接电话呀？好了好了，别害怕啊，我带你出去。比我还害怕，你凭什么带我出去？这个房间肯定有什么机关。哎呦，怎么还不接电话？你就这？我说了，会带你出去的。哎呀，我老公才没有胆子小呢。怎么没有了？他和他兄弟一个怕老鼠，一个怕 NPC 的，我可都记着呢。那就直接问问本人吧。女生宿舍的恋爱时代。他同学聚会怎么哭成这样啊？还能咋的？又跟刘星闹了呗？话说你这新婚燕尔的，你老公还舍得让你出来？我偷偷跑出来的。还喝？忘了自己一杯倒了吗？就是，那会儿要是没有他老公。萱萱啊，你已经唱三个小时了，我们快回去吧。哎怎么啦？喜欢乔川啊？我没有，你别乱说。没事，我帮你。乔川，过来，到我这来。富贵小姐姐，算上这次我们都见三次了，加个好友吧。我手机没电了。哎，这个挺好喝的，你也可以去借。哎，你真能聊。哎，没事吧？不好意思，萱萱误会了，还不能跟我回去。那你厂里加个好友吧。骗子，我明明喜欢小偷。那你就当加我好友，帮我知道小童吧。那不行，小童他有对象，他们很恩爱的。那我之前借你的衣服，你总得还我吧？我会给萱萱，让他还给你。还真是有眼福气呢。不用，我已经醒了，你回去玩吧。哎。喂，是你那个鬼？
我叫陈默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，还穿着小童的衣服啊？小童本来要去健身的，但是被训练拉来唱歌了，然后我的衣服就湿了，小童就把健身要换的裙子给我了，这个衣服穿上去好凉快。倒也不会说的这么详细。小童还说不用还，平时我比惠子多多他买了不少，但我觉得还是要还的。那确实要还，但是小童又会说不用，那我就像上次做生意一样，再买件新的给小童，就说尺码不合适，上面有可多好看的裙子了。那你很聪明。但是小童肯定又会说，唯品会可以顺丰换货。小童也太好了。嗯，你说的对。那你以后上唯品会说小童，你给他买，评论区还有优惠的。啊？你不是喜欢小童吗？以后肯定多的是送礼物的机会。喂喂，醒醒！哎，你舍友晕马路上了，怎么办呀？那你送回去呗，46号楼。喂喂，走对了啊！喂，别坐我身上！不会的，喜欢就自己走。啊，我不，我走不动。我刚下班，我也累啊。人家你加油。不敢喝了，不敢喝了，确实不敢。我已经告诉你老公了，他马上就要抓你。完了完了！女生宿舍的恋爱时代。干什么嘛？他是不喜欢吃什么？不是明摆着送分嘛？那你说为啥嘛？初吻，你萌萌初吻什么时候呀？如实作答哦。别闹富贵了，你们在感情中做过最勇敢的事情是什么呢？阿富贵，我家这个在东六家，离这还有2000米呢，你这事就让给我吧。什么东六家啊？篮球课不是在东三？下节课还有什么那个开始？加油啊！来不及了，要迟到了。哎呦！同学，你没事吧？哎，你走路不看路吗？上回背你回宿舍，这次又碰瓷，哎呀，脚扭了。我送你去医务室吧。哎呀，不用了，快把车扶起来。哦，哎呀，送我去上课，西三教。哦，好。哎，看路。哦哦，好。哎，陈默，是你的车，你用吧，不是也着急上课吗？那个陈默，等一下，这是我能加你个好友吗？哦，我后面把车还给你，或者你脚疼，我都可以。哎，你这次是幼儿园小朋友拍球啊？干嘛选篮球课？小川啊，本来轩轩要选篮球的，让我陪他。轩轩，我听刘星说他媳妇儿好不容易抢了个羽毛球名额，你还真好骗呀！我刚刚送陈默去上课，来的时候迟到了，结果他家都已经组好队了，只剩我一个人。陈默，没关系，我教你啊。不好吧？你不用上课吗？我助人为乐嘛，看着，运球的时候呢，要五指张开，用手指抓球。我现在放弃还来得及吗？没事儿，就带你体验一下打篮球最快乐的事情。啊，进了进了！很棒很棒，不错哦。学长喝水。啊，谢谢啊。不客气，学长再见。你还说喜欢小童呢，还忘了。哎，小姐姐，我教你打篮球，你还骂我。我加你个好友，我请你吃饭。那好吧。哦，对了，那个沉默的自行车，你可以帮他骑回去吗？好大一碗狗粮啊！哎呀，问这种问题多没意思呀！听我的，情敌，你们觉得最大的情敌是谁呀？啊，先看南方的。你这也太自恋了吧！哎，兄弟，还有3秒到达战场啊！
女生宿舍的恋爱时代。乖乖，快吃吧吃吧吃吧。哎，福啊，我记得你以前又怕猫又怕狗的，现在居然养了三只啊。哎呀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，这不就是爱情的力量吗？其实我一点都不怕猫的。哪来的猫呀？哎呀，刘星那样的猫，他都猫出去旅游三天，他不想养嘛。哎，福啊，你整只胖猫挺可爱的，你看。啊啊，你别过来。啊，你把猫送回去吧，福看了害怕。干嘛呀？福害怕我还喜欢呢，凭什么不能养啊？你们到底有没有爱心啊？没事，你养吧，我不碰它就可以了。哎，别动！没事吧？石榴没伤到你吧？你六狗怎么不牵绳呢？太危险了！对不起，刚买水掏手机没拉住。你是很怕狗吗？看样子好像不怕呀，那为什么？其实我小时候养过一只狗，但是不小心挠了弟弟，就被爸爸妈妈送人了。石榴也是朋友让我帮忙遛的，嫌他闹腾，送去了狗肉店。我拼命的拦，拼命的拦，可是，抱歉啊，给石榴的零食，你来喂吧。哈，害怕保护不了的话，那就等强大了再拥有吧。你说的对，我要去图书馆看书强大自己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石榴好像很喜欢你。哎呦，完喽，带不回家喽。那我和你一起把它送回去吧。好、啊。按道理来说，你拿的火腿肠是人吃的，对猫来说太咸了。是你啊，单身流浪的能吃饱就不错了。对了，你的脚踝没事吧？自行车乔川还给你了吗？你和乔川啊，猫出来了。哎，别摸、吃东西的时候你还敢摸，我看你是不要命了。就被挠一下应该没事情的吧。狂犬病致死率100%，你觉得呢？这就是紧急消毒，跟我去医院。好，好，这啥味儿啊？哎，什么味儿啊？臭死了！这衣服怎么吃饭呀？胡管，你快去处理一下。老公，来踩屎了。好，来了。女生宿舍的恋爱时代，两个人再靠近一点，对，很好，很好。他们入眼里只有对方的感觉，真的好甜蜜啊！他俩没谈恋爱那会儿不也这样吗？你们是不知道，我当时第一次表白的时候可尴尬了。哎，赶紧的，赶紧的，出来吧，你快积极点啊！先不说今天四十度，你非要来游乐园，不是就咱们四个吗？来去乔川来干啥呀？人家是为来约会的嘛。乔川，乔川就是给我们拍照的工具人呀、啊。是工具人。哎，过来给我拍一张。来了来了。行啊，来，大家都站好。哎呀，刚没拍好，我们再拍两张吧。三、二、一。好，行了。走走，玩石榴进去。那我们也是吧，好歹凉快点。我就不去了，我有点怕水。那正好，我也爬下去淋水，我也不去了。哦，懂了，那我们去吧。怎么想玩吗？没有，只是小时候经常看到妈妈带弟弟玩。老板，来20个圈。不用，你给我买，我不会玩，浪费钱啊。没事，玩的不就是开心吗？那我可投了。你看，我都说了，我不行吧？最后两个了，相信我，中的。好吧。中了中了！很棒。哎哎，别这不说。哎，老板，欺负人啊！那个娃是吧？我你邮回来。我中了中了！给你。哎，不是，轩轩，你缺不缺德？那画鱼画小的好的，又没怎么样。成不是送衣服过来的吗？你真的去未平会给小童买衣服啦？和他没关系，这是我去搜童姐买的，到手才100多呢。那是挺划算的哎，现在这温度，至少还能晒2-3个月呢。对啊，天天有低折，你们可以评论细挑点。那也不能解释。为什么你买的衣服在陈默那儿吧？这件事了有点大，最好是不是上门换货，被你们拉出来玩，就让陈默帮我换好送来，不然把你的衣服扒拉给我吗？啊，关我什么事儿？走，留下我们去玩别的。那个，我先去给你们买水，你们先去玩吧。女朋友，你妈妈呢？哦，在那边。那你下次不要乱跑了啊，去吧。哎，你买的水买哪里去了？哦，刚刚有个小朋友他走丢了。我看你是先丢吧，手机呢？为什么不接电话？
啊，哦，没电了，他们不会都在找我吧？你说呢？哎，这样别动啊。哦。哎，别乱跑。哦，好的，好的。为什么要给我吸个气球啊？我这是防止小朋友走丢啊。我还不是小朋友呢。对对对，你不是。哎，你看那边有个帅哥呀。啊，走了。陈默，那个我喜欢你。啊，你说什么？我没听见。女生宿舍的恋爱时代。跟你滚！弟以后买车买房都得管，是他姐，你得管他一辈子。哦，妈，我马上要开会了，先挂了。可以啊，富瓜，以前你每次接你妈电话都得难受好几天呢，现在都敢接电话了呢。那是因为有人不希望我难过。哎，你这个都说了啊，你奖学金好几千，你爹要买新电脑，赶紧给我转回来。还有弟弟，天天压榨女儿。富瓜，你叫他跟他断绝关系。萱萱，别说了，我理解。我就说不要买了吧，现在天气太热了，他们都没精神。哼，我看没精神是你吧。怎么样，心情好点了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那天游乐园我看到了。不是因为沉默，他不喜欢我很正常。嗯，那是可以和我说说吗？你知道大象表演吗？他们被当作敛财的工具，一辈子受到折磨，我就跟他们没有什么区别。哎，富贵，等会儿有东西给你。这是什么呀？哎呀，这不是泡泡玛特新款4180时空动物系列盲盒吗？一整套，真大方哟。之前说过大象，这只就叫疲惫小象，很可爱。里面呢也都是被伤害过的动物，但隐藏款石墨墨会把他们的噩梦都吃掉。希望你以后也能每天开心。哦，我看你是想到富贵的石墨墨吧？这一整盒。给我一个呗。哎，你让刘星买去，18号、19号参加泡泡玛特天猫的薅羊毛超品日，不仅能够提前买到，还有低帽白糖石榴吊卡、潘神花是精灵吊卡、死狗潘大果冻包和其他很多满赠好礼物。真小气。嗯，那你们上课去吧，各位今晚要做个好梦啊。哎呦，做个好梦哦。哎，赶紧做啊，一会上课了。谁啊？一直给你发消息。啊，嗯，没事，就一个群聊。你钱嘞？告诉你了，谁都想赚钱。你要是不给我，没谁要找你。告诉你，告诉你们，谁都家里钱，你爹能逼啊？小孩介绍就给我回来，你数没足了。老师，我身体不舒服，能麻烦这位同学送我去一间医务室吗？走吧。成为我的月亮。我在外面守着，你放心吧。